苦恋，你的微笑是全世界，Nobody perfect， 我也流过同样的血，总是在为你寻找那份最棒的礼物，一边也要为你的微笑战斗。You smile。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真情台湾》，我是谢欣妮。最近呢，台湾有许多的纪录片电影非常的好看，那我很幸运的提早偷看了一部纪录片电影，叫做《一首摇滚上月球》。这部电影呢，记录着的是一群罕见疾病的爸爸他们组团的故事。很荣幸呢，今天邀请到这部片的导演还有主角们一块来上我们的节目。首先介绍女主角之一是李怡萱。怡萱患的是结节性硬化症，以及怡萱的父亲李正德，还有欧阳陈亮，大家好。陈亮所患的是血小板无力症，以及陈亮的父亲欧阳东林，大家好。那是咱这个困熊爸的主唱，你有看过那么壮的主唱吗？还有，当然很重要哦。我想在这一次呢，非常辛苦来陪伴他们六年教导他们的这个主唱老师叫做陈如山，也是四分卫的主唱。以及更重要的哦，整部戏整部电影的完工者，等于说是幕后的最大功臣，我们的导演黄家俊黄导演。这个病症是什么样的？有特殊的地方吗？好，他的外观跟智力、四肢都跟一般人都是一样正常，他唯一的不同的就是他的身体里面的血液，啊，他的血液，照名称叫做血小板无力症，就是跟血小板有关系。他的血小板，数量是有，是够，但是他没有功能。那我们的血小板功能最主要就是去凝结，啊，只要有任何的割伤、外伤，它会。哎，那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这个状况？大概在4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是刷牙，就是刷牙的时候就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流血，我们以为是说他只是普通的这个刷牙的一个牙龈的流血，结果不晓得怎么回事，是满口都是血。哦，是这样子。是，所以我们来看一段陈亮的 VCR。有力的老爸面对连血小板都软趴趴的女儿时，欧阳这一家人要怎么发挥如武侠小说般的气魄呢？他很袒护孩子，比如说我会认为说，虽然陈亮的疾病是罕病，但是不能跌倒会受伤流血，可能有致命，但是我都一向都告诉他，除了这一块以外，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一定要全部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的作息，甚至要比他们更努力。可是爸爸认为说，你再让这20年，为什么不让他活得很快乐？他都着重在快乐，可是我着重是他有没有做到他该做的这样子。没错，虽然曾经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魔鬼士官长，但是遇上了上辈子的情人小曾亮之后，欧阳东林又变成了细心周到的小跟班，为女儿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甚至列出了不能做的清单。以后长大不可以骑摩托车。然后不能自己去海滩，然后跟别人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之类的，就是不能受伤。然后我就说我想要打篮球，可是爸爸怕我危险跟同学碰撞，所以他就帮我买篮球，然后可能假日或是
放学的时候跟我一起打，然后最主要我很喜欢篮球之外，也是为了他要减肥，所以陪他一起打。拼命打篮球是为了想减肥的欧阳爸，你怎么汗都还没干就急急忙忙跑到蛋糕店呢？这样减肥真的会有用吗？不过说到底，这也是全家人最快乐最悠闲的时光吧。当我们4岁那时候发现他流血不止，然后到医院去做了将近追踪1年的血液生化检查，知道他得了这个病的时候，而且是全台湾他是第4例，那个时候第一个没有药可以医，都唯一的方法就是保护。当时知道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老天爷总是给我们这个家有这么多的考验？从而且更惨的是，这后面连我太太都是得了一样跟陈亮一样这种病。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觉得说，我什么时候才会被击倒？什么时候我不晓得我下一步会将近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所以可是我还是会告诉自己，我要挺下来。因为大女儿是气喘，二儿子是脑麻，我们在电影里头有看到儿子嘛，对，那太太夫人也是后来也发现是同样的疾病，所以其实这是一段很不容易的历程呢。是，当时你面对陈亮，因为是4岁就发病的时候，你们父女之间是怎么走过的？其实对他是我觉得很不忍，因为觉得。好像我们都会做父母亲的，都很自然的会觉得说，好像这些罪过都是我们带给孩子的。一般父母亲都会讲，所以看他这么可爱，这么聪明，可是他没有办法，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很完整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就会很自责这样子，这样就会很不由自主的，就心里就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疼这个孩子。你会觉得是爸爸的错吗？不会。所以当你小时候就知道说自己的身体好像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在整个成长过程，你觉得最感激的是谁？应该就是妈妈吧，因为从幼稚园开始就陪我陪读，然后到现在国中爸爸也在陪，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对我付出真的很多。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正面跟反面的思考。陈亮如果正面的看着说，哎，有哪个小朋友上课都有人陪读啊？我觉得一个家庭，特别是欧阳爸，你看他全家都有生病嘛，那他一个人要扛起来本来就很不容易了。对。那怎么样跟夫妻之间协调？特别又是像亮亮这样的病，其实是碰不得的。所以我对他们这一家也蛮好奇，一直在观察。对，那我觉得欧阳爸最不容易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壮的男人，也是有脾气有个性，可是真正在面对女儿跟面对太太之间有一些争吵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脾气压下来，对，会变成一个非常温驯的怪兽。对，你知道他是很有力量，但是他可以变得很温驯去对待家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难，那个可能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从内心从爱去出发，去调整自己的修养，这个蛮不容易的。因为像那时候他在为了，因为主唱嘛，主唱也没有不用乐器，也要练唱，他就拿着那个戴着耳机，然后对着电脑的音乐在练唱，啊，唱歌实在是好让人尊敬，哈，都肃然起敬。就他老婆就说，麦克琼啊啦，隔壁已经出兵卡来了，对，他就很温柔的说，哦，修大声吗？隔音不好就吵到邻居了。所以我就是尽量压抑着自己，就是，对的。后来就户外练唱啊，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也很伟大的，就是我们阿三老师，就是说一个这么专业的音乐人，然后面对一群这么完全素人的这些爸爸们，你当时是用什么方式、什么心态来完成这么不容易的组合？哦，因为。之前黑糖跟我讲的时候，有这一群老爸的状况以后，我觉得因为要组成个摇滚乐团，那我觉得也可以试着做看看。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一开始要把什么乐理都交给他们应该会觉得太痛苦，所以就开始用比较玩的方式来 run 这个乐团。对对，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欧阳爸。就是歌词都一直背不起来，到现在也是吧？到现在也是。没有，现在状况有好很多了。可是那时候他就是一定要看练团的时候，还是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放歌词。可是我觉得摇滚乐团前面最好不要有谱架。对。
然后现在这个状况有好，我的小超技术越来越好。可是因为他们之间呢，其实大家都很忙碌，因为照顾家人就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那这个 Ben 后来，我觉得你说组一个 Ben 也就算了，哎，你们的梦想还很大呢。还要去参加那个海洋音乐季，对，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说，哎，我们不是只是玩个 band， 你说玩个 band， 自己在基金会玩一玩就算，是他又更跨越了，他要让大家看到。老师，你怎么敢承担呢？没有，就是先设定一个目标，让大家去往这个地方去迈进，是。然后其实每个礼拜的练团，其实去享受那个过程，那你也不要去。不要想说哦，我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每个礼拜大家来这边放松，然后累积多一点歌曲，是，然后大家这边吼一吼啊，弹一弹啊，把一些不高兴的情绪都把它发泄出来，都很快乐。然后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大家也很高兴。是，所以你也同时参与到这些爸爸的快乐。然后我也帮他们写歌，从他们的角度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对我平常比较看不到的地方，对，一个另外一种观感。其实导演当时跟这个基金会，是认识之后，一开始就发想要拍他们的纪录电影吗？其实也没有，一开始是因为我弟弟刚好在基金会工作，所以他们需要有摄影能力的志工，那哥哥刚好当导演嘛，所以最好就被他拖下海。本来你也只是想说，协助一部分而已。对对对，那时候就去帮基金会拍一些广告或短片，所以才认识。哇，这个世界上居然有罕见疾病，而且各种奇奇怪怪的病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这样慢慢认识这些爸爸。那大概这件事情过了大概四年后，在我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飞行少年》结束后，我才开始想说，哎，搞不好这些爸爸们的故事有可能成为一个也更精彩、更独特的故事。所以从2008年才开始拍的，是2008年开始拍，所以2008年那时候喊爸的乐团刚开始。已经 run 一阵子，已经有 run 一阵子，但是那我记得那时候并没有发想说要拍成电影啊，没有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这样规划。所以真的，我觉得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就是从一开始让大家是一个互相扶持的团体，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热能哦，这个个人的热，然后发挥成一个群体的光啊。所以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其中之一的女主角啊。陈亮，因为其实你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异样，可是因为你的病症是让你没有办法跟每个小朋友、每个同学同时玩一样的游戏啊，或者一样的活动，你会觉得不希望别人看你不一样吗？对，我最常讲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跟别人不一样，我就一样的脸、一样的身体，就只是学艺里面多了一种疾病，我也是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你跟同学之间会告诉他们说有没有不一样啊？这在我们平常互动中我都已经告诉他们，而且有时候玩得太尽兴，而且他们还是会忘记，可是他们会成为一种习惯，会保护我啊。所以那真的是很大的福气啊。对，所以陈亮，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阻碍让你觉得很沮丧过？就可能就是像八年级的时候打排球，可能就是排球比赛，可能因为我很好动，所以我自认为我的排球打得很好，可能老师会担心，同学会担心在场上会碰撞，就可能说我可能当个候补选手，或是在旁边观看他们比赛，然后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参与你们的活动，可是你们却跟我讲说只能在旁边，会觉得没有那种感觉。所以你是4岁发病，然后是几岁你们认识了罕病基金会呢？4岁发病后，大概是7、8岁，大概7、8岁，因为当中是在去做很多的检验，还是检查。我真的要确确定定是说他的病到底是属于什么，因为血液的病有很多种。对，那我们后来才知道有这个特别的学名，才那个后来
学校国小辅导室也是就是介绍我们有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组织，那因为我们的病比较罕见，所以希望能够加入他们的组织了。以后可能有些什么，不要说福利了，有什么讯息或者什么活动，对，或者交流，哎，所以我们才认识这个基金会。所以在还没有基金会接触之前，你们其实真的就是靠家人的爱在支撑所有的一切。那透过基金会之后，你觉得家庭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因为基金会他很会为病友去设想，然后很关照这些孩子，所以他们会成立一些才艺的班，比如说绘画班啊，或是歌唱班啊，这样子。那现在本来人数不多，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师资非水准都很高。是，而且听说你现在也是星光班的成员是吗？那你会不会跟爸爸一样是？可能吧，所以歌声是遗传的，对不对？因为我有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我都会放一些歌，然后我一边开车一边唱，小孩子也会跟着唱。那我就觉得，就跟这个就跟教语文一样，你多讲，让他多唱，音就会准这样子。所以你也是一个非常不怯场的，勇敢的青少年喽，应该是慢慢累积的吧。OK，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小美女哈，有两位美女来到现场，就是怡萱。怡萱，你现在几年级？三年级。哦，现在三年。高三了。哦，高三。不过她看起来真的是很青春了。我们来看一下怡萱她的这个 VCR， 她是结节性硬化症。喊爸也就等于喊爸。在加入喊爸乐团之前，李正德早就已经身经百战，为女儿怡萱盖起强悍的森林堡垒，希望一起勇敢地对抗结节性硬化症这个怪物。因为孩子们在外面可能会受到比较不容易被接纳，或者很多时候会去一些场所去玩的时候，不一定会被融入在那个环境里。那有时候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乐园，然后在里面可以孩子们可以有音乐、有乐器，甚至有所有的娱乐的东西，他都在这个城堡里面。他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有时候想出去，走一走的时候，这里是最方便的地方。除了让怡萱可以在阳台散心解闷之外，李爸也替怡萱和弟弟设计了热闹非凡的课外活动呢。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希望把它弹好就好。没有啦，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的，我把它当作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的娱乐跟游戏一样。那他有没有弹好，有没有变得很棒？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我要他们快乐就好。在费心打造的音乐之都里面，李爸与怡萱的相处就像音符一样高低起伏，时不时也会有意外的小插曲。很难改哦，很这样，所以就不要那样子就好了。没有，我早上有对他稍微那个对生活上的一小事情，我有对他稍微也那个斥责他了。对对对，所以他现在还那个怀恨在心上。他很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身体可能有一个会常常会在我们的心脏或各处长一些小的那种肌瘤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息肉之类的东西，那这个就是长结节的基因。那我们同时有一个很聪明的基因叫做抑制结节基因，他会觉得这个地方会生长，影响到你的健康状况，他会慢慢会让它退掉，他就是这个抑制结节基因没有了，所以他身体的内部都会到处乱长结节。是，哎，重要器官、脑部这些地方都有。所以他平常会有发病上的痛苦。他的状况，比方说他脑部的结节，还有他脑部有一小部分的水脑，影响他的智力发展迟缓。那第二个就是他的会造成他癫痫，所以他小时候癫痫很严重。是，所以也是因为癫痫才开始去做检查。对，从癫痫开始，对，然后才慢慢的查出这样的病症。对对对，是。所以在当您知道怡萱是这样子的罕见疾病的时候，那时候
是几年前？他应该是他六个月左右，六七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才知道了，六七个月就知道了。对，那时候您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因为父亲通常知道这样的状况，尤其台湾的当时的文风其实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也完全六神无主。嗯哼。只要有任何人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治他这个病，我们都会去做。是是。对。宜萱是你第一。对。这是老大。对。是。对。而且他其实真的长得很漂亮哈，老大又这么的美丽。其实爸爸，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当面对情人是这样子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李爸爸非常的有才华，也特别了。做了一在宜萱很小的时候就做了一份未来要给他结婚的礼物，是不是？没有，因为我也不晓得他生病这件事情。那我一开始他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准备，也希望说这个女生长大会有很快乐、很完整的一些成长过程。所以他在怎么讲？他在出生的过程，我就开始从他的那个产房一直都记录了一些东西，也是纪录片的意思。也类似把他记录了一些东西。然后以前因为自己有玩暗房，就自己把他冲了一些东西起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 ？OK， 看一下这个李爸爸当时对宜萱的期待。你看，真的是这个吗？来，这个对。这个是他在那个超音波的时候，那我底下也做了一些说明。那这是他刚生出来十五分钟的时候，刚好带出来，我帮他拍的。然后这是我用长镜头，从因为我不能靠近他，我们今天有专家，所以等一下帮你鉴定一下。然后我也同时把爸爸跟妈妈的照片放做比对，对啊，做比对，我想说让他知道说这本是他的爸爸妈妈的一起的相片。对，那这是他在，这是我岳母，他的外婆，嘿，这些相片都记录了他自己那段时间。是，那这个是我直接印样的，就用。把它一连串像故事一样的把它连续的镜头拍起来，那也同时拍下他隔壁邻居，知道说他小时候在出生的时候旁边有哪些小朋友在一起，知道他在群众之中有多么的突出啊！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刚后来开始在照顾他的过程。是，那这时候好像已经知道他发病了，就这样发病了。是。是我们小时候他的全家福，所以这些照片都是发病之后才整理出来的。对，那像他出生的那一天呢，我就把所有的报社的报纸买下来，也把它存好了，想他知道说他出生那一天全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留到现在都还留着。爸爸好浪漫啊，超浪漫哦。然后希望说，如果有一天他，因为我想说这个小孩子一定有一个叛逆期，我想这本本来想保存的，对，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跟我闹到非常决裂的时候，我就把这本送他，让他唤起他一点点的心，唤起一点点对父母的良知。他说我其实是很爱他，很关心他的。如果说没有发生叛逆期的问题，当他结婚那一天，我偷偷的把他拿出来送他，是，那我相信也意义不一样。所以，可是叛逆期没有拿出来吗？叛逆期一直发生，那我一直没有结，我没有办法准备好几本。所以宜萱，爸爸说这个叛逆期要拿出来给你看，你看过几次了？不，我觉得啦，因为叛逆期是这样，除非我们决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这个下猛药只能用一次，所以宜萱是很喜欢弹琴唱歌，是不是？他喜欢他，我也是喜欢音乐啦。我从以前到现在对音乐都没有那个。他也喜欢弹琴吗？弹琴是后来我们让他选择他喜欢的。可是小孩子在学乐器，常常会有那个撞墙期耶。他遇到的时候，你怎么？你是 push 他，还是说啊？他我完全让他放任他们。那初期有老师教。有老师教，然后当然就进度很慢，但是我们不要求老师要帮他练到多好的技术，那纯粹就是把音乐当作他的一个释放心情的地方。我发现好像，你们家也喜欢音乐，他们家也喜欢音乐，是有什么样的？是天生那个 DNA 就是喜欢音乐，还是说
在音乐里头可以找到更快乐？我觉得音乐是最容易的事情，也最容易传达我们的快乐的地方。是，我们不需要说，也是最懒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带他去一定要到爬山啊，或者放个音乐让他开心听听，其实这是最容易的事情。是，其实那像陈亮，因为妈妈就是希望，因为她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好像给她设定，希望她走能比较文静的活动，那所以就是从3岁就是发病那个时间就开始让她去学钢琴，从4岁多就开始学钢琴，所以说希望她从这里面可以喜欢音乐，这样说能够好好的待在家里面，这是妈妈的一个比较那个想法。家庭他们的不论是父母间的工作，然后对孩子的态度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怎么看李爸跟怡萱之间的关系？因为爸爸公一周开放哎，但都叫我公要来拍之前才教训过他。这个我突然有点，我能不能解释一下？哦，好，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孩子哈，往往会失礼，那往往在外面会造成一些他，如果他不知道约束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事情，他往往造成他人际关系越来越坏。所以在家里面，我一定是在生活教养上一定要教好。所以您觉得说，在您提醒他之后，他会就会调整过来？不一定，就那些那个东西很短暂，对不对？因为对他的受损的部分其实是有点短暂。嗯，对。所以有人教你们，或者说有一个 group 就逢你们孩子各种病状该怎么教养，会跟你们提供一些交流吗？应该基金会这边也有，罕见疾病基金会有，我们会试图的去找一些资料，或者是同病类的人在彼此互相分享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心得。对，所以就会有时候像怡萱，可能情绪不好，爸爸要提醒，导演是有看到他们的。相处如果在争执的时候，后来是谁先低头？我们现在讲秘辛啦。其实，在李爸家，他跟萱萱的相处方式又不太一样，比较不像亮亮那样子那么火爆这样子，因为他们是水里来火里去。对对对对，那萱萱也有叛逆期，比如说想要交男朋友，电影里面没出现的。被爸爸要求要剪掉，离家出走之类的。对，那这个我想就是爸考验爸爸智慧的时候。对。不过刚刚看到李爸在分享他那个从小出生的一路成长的那个记录的照片，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爱是可以遗传跟循环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发生在自己李爸身上，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亲也有帮他做这样一本相本，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影响他很深。那这件事情待会可以请他自己聊一下。对，所以对啊，因为小女生说真的，而且我们小时候童话故事不是灰姑娘就是白雪公主，你真的会期待有一个王子哦，不见得是骑白马，听说现在要骑那个开宝马比骑白马还好。会期待有一个王子来找你们，那是但爸爸的哦弄会假愁呢，那你们就怎么面对孩子的这种期待一个另外一个人来 take care 他们的心态？其实对他的交友，我跟我太太其实态度上一直不是很保守，说一定不可以。但是一个很特殊情况发生我的孩子身上，是因为他的心智成长年龄比他实际成长年龄差很多。当他对一个他现在是心情对一个男孩子，他其实很单纯的。找一个像能够拍偶像剧，跟他一起拍张照，让他很快乐，就像玩家家酒的心情。是，但是对方不一定用这种心态看他，但是往往我很担心他吃亏。那所以，我们当这种事情我们发现的时候，阻止的时候，他不会对我们有说抗拒，他认为好像找错对象，他再换一个。所以，这个对我们来看是个很单纯的一个交友的形式，而不是陷入
感情的状态。对，所以我们现在会保护他，是因为他心智成长还不到那个阶段。那并不是说我们不允许他去交朋友。对，其实现在我们这种家有女儿的爸爸妈妈哦，听到女儿开始崇拜哪个偶像，你就像我就开始紧张，就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喜欢的是那个小劳勃道尼，我就松一口气了。因为叫你很厉害，跨不掉一呀。他都喜欢那种台湾的哦，你随时哦追星都还追得到，哇，那个那么远我就放心了。所以欧阳爸，你会吗？说没有是假的，但是还好，因为陈亮跟我很亲啊，是真的，我很高兴，老天爷给我这么一个女儿。可是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会有压力吗？但是我也会，还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本来都是妈妈在陪读嘛，那现在是我在学校当老师，那也是就是有时候下课的时候，我可以去偷偷的去看他，但是一天看个两次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烦，啊，老远的时候他，然后就叫哎走了，叫我走开，那我也乖乖的就离开。你们是男女合班还是？男女合班，男女合班，所以应该还是会有跟男生相处的状况。是，你会去偷偷的观察吗？其实我们这一集真的有点破坏亲子关系，因为当父母都一样，不管你小孩有没有特别的状况，其实那种很担心女儿受伤的心都一样。其实我跟男生一样。哦，你跟男生也很跟男生，爸爸是怕男生受伤，对不对？这是真的，我真的。因为陈亮很喜欢打，他很喜欢玩，所以他其实他的偶像是林书豪。哦，是林书豪。对，所以。他的有些活动，我们有时候都会去参加，他积极想要去参加见面会啊，那我也尽量能够满足他这样子，是让他去看到他喜欢的人，因为我们是给他导正他一个正向的，对，不要认为说自己是很特殊的身份，是，但是还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子。对，我们刚才讲完小孩的故事之后呢，一定要知道老爸的这个。小孩有缺点，老爸一定有缺点，对不对？阿三老师，这个主唱刚刚我们有稍微提过了。那李爸呢？他弹吉他的功力是怎样？因为刚看到他们家龟头哎，弄乌呢，哇，感觉很专业呢。实际上呢，越来越多支了，对，有三支了。之前看只有一支而已。然后呢？现在呢？没有，现在因为我第一次看李爸弹吉他是在罕见疾病基金会。不要跑老爸。那个他们那个表演，他在弹吉他，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一个很紧张的吉他手，对。然后当我们在开始要练团的时候，那也是就是他的声音，就是因为他心情比较紧张，所以他弹的东西就比较放不开。哦，是。一开始会这样子，是。然后我就慢慢就是说让他就放松心情去弹，就不要说因为害怕而让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对的。然后其实现在状况就已经比之前刚出来的时候好太多了。现在就很感叹。可是我觉得有点疑惑，就是说，你这样组一个乐团，照理说你们就唱那个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什么玫瑰美，不是我这样讲，不是说年龄的关系，就说一些抒情的抒发就好了。为什么会用摇滚乐团来做设定？因为困难度很高哎。我们总不能做爵士乐团吧？那肯定对啊。所以因为摇滚乐团可能也许三个和弦就好了，所以就比较。入门比较简单，如果要深入，当然还要花时间。是入门花是比较快的。可是他们难道没有年龄的障碍吗？我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是当时你们是开会说，我们来弄个摇滚乐团，然后还是说，是怎么样的决定？就是找老师来教完，然后要去参加，刚开始他们六个老爸里面有四个老爸是完全没有乐器经验，对，所以那时候找一些乐团的朋友。来教他们弹贝斯、弹 keyboard， 然后教唱歌之类的。那你后来在过程当中六年？哦，我没有跟老爸在一起是两年。这两年你有后悔过吗？你有挫折吗？没有，挫折也就是会有时候会像那个啊，今天吴爸没来。吴爸那个哪里有灾啊？吴爸他那个节奏感，我觉得是我遇过最奇怪。他永远弹那个节奏都对不到，对，他是 keyboard， 对，那可是他现在就是他有时候都是音弹对的，可是节奏不对，那听起来很怪，可是又有很他自己的味道。那现在他比较进步，就是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一到一跟八都弹对了，那中间都是就随便他，也就2.5、3.6，这个就是
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有在跟他讲这个问题，可是他就是他还是用他很独特的方式在传，即使到现在还是哦。有，现在一跟八有准了，就。所以我要请教我们导演，所以这个整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应该浪费很多底片吧？倒还好，不过这六年下来真的拍很多东西，是，对，很多最后片子完成其实是割舍掉非常多相当精彩的部分，哦，对，蛮不容易的，因为拍这么多年，其实跟着这些家庭经历很多很棒的生命的历程。那最后想说，故事还是不能让观众朋友在电影院关太久嘛。对，两个小时已经很久，再让他们看四五个小时，可能会救救命啊这样。我们这种家庭，我就是说就不能把那个不好的心情沉淀太久，下去都要很快爬起来。金榜题名，掉掉掉！因为他每次到学校看到他喜欢的人，他都会去叫人家妈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亏欠他的。这个好吃，好吃再买。爸爸母亲节快乐，谢谢。继续奔跑啊！但是我想，以后我想要喜欢的城堡，要把它搞成像公主般的梦幻。佳佳，我们四个多月了，对不对？我们都没回家，爸爸今天带你回家。张亮每天都要叫他刷牙，一刷牙，那满嘴都是血，吓到腿都软，然后哭了将近两个小时。黄昏的时候推孩子出来。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每个爸爸妈妈他都有梦，他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耶稣，谢谢你让已经有个机会可以参加考试。我有卖偷吃的，让我们公司要给我面子吧。当然，我们的梦可能真的是一个梦啊，但是讲我的坚持到最后。我们这种家庭，我就是说就不能把那个不好的心情沉淀太久，下去都要很快爬起来。金榜题名，掉掉掉！因为他每次到学校看到他喜欢的人，他都会去叫人家妈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亏欠他的。这个好吃，好吃再买。爸爸母亲节快乐，谢谢。继续奔跑啊！但是我想以后我想要喜欢的城堡，要把它搞成像公主般的梦幻。佳佳，我们四个多月了，对不对？我们都没回家，家了，爸爸今天带你回家。张亮
他每天都要叫他刷牙，已经发现怎么满嘴都是血，吓到腿都软，然后哭了将近两个小时。完婚的时候推孩子出来，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每个爸爸妈妈他都有梦，他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耶稣，谢谢你让雨欣有个机会可以参加考试。你有卖偷吃的吗？那给我面子吧。当然，我们的梦可能真的是一个梦啊，但是讲我的坚持到最后。其实这部片啊，我看完之后啊，我你知道吗？我的眼睛痛三天，因为但是也笑得很厉害啦，看到什么不该看，有血有泪，不是没有，就是就会觉得说自己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我们会说啊，不然我们放弃好了，这条路是不是不适合我们？然后第二个会说啊，这么困难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不公平？我们常常都会自己去询问说是不是对我们不公平？然后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哇，原来勇气真的是，就是说勇气跟这个路途那种辛苦的路途是你自己要坚持走的，而且不是说你一定要是 somebody 你才做得到。你是 nobody 你也做到。我觉得那时候其实那三天我一直在自我的里头一直在很感激有这部片。刚刚看就知道每个爸爸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他们每个人个性跟每个不一样的美感在哪里，然后用不同的方法跟他们对话。对，所以其实我有六个黑糖到不同老爸家就换的那一面了。你在多久就是开始拍摄，然后到磨合，一定有磨合期。你玩就是认识他们多久后，你才开始理解要怎么抓住他们的 emoji 去拍他们？其实我觉得拍纪录片最重要就是两个字：真诚。嗯，其实从头到尾就是这两个字是来带领我跟他们相处。所以最后那个电影中的那个油葱酥太白粉是。到底一件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啦？是欧阳家发生的经典事件，要请他来讲。哎，你当看人家醋逼啦！我笑的部分几乎都他们家真的超好笑。没有那天，因为要去那个海洋祭的时候，想说带一些零食嘛，我们就要去之前，前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讲啊，买一些零食，大家到时候到那边总不能在那边坐在那边看海啊，看表演，就买一点零食，大家纷可以吃嘛。所以我当时是两包。那一包是因为是要准备要回家以后要煮些菜，一些买些太白粉、油葱酥的，另外一袋，就隔一天要去表演的时候，就两袋就放在桌上，结果吹着一急，我就一把就抓了嘛。然后可是说，我还问我太太说是不是这一包，他说对，就那一包，好，你拿了就好了，我就发了袋子。然后那时候到了那个现场的时候，大家说啊。开始好像有点要郊游的感觉，结果太太说：“哎，饼干拿出来，就硬了。哎，怎么是太白粉、油葱酥？我说你叫我拿这干什么？谁能吃啊？”刚不要先冷包起，先给他处理掉。对啊，回来还是拿给太太处理掉。OK， 所以这一部片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合家可以观赏的片，而且在我们人生呢，其实都有高低起伏的时候，遇到的时候真的是勇敢，然后乐观，然后用爱。我觉得爱是这部片里面让我感觉到最大的力量。那也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我们两个家庭李爸跟欧阳爸，还有最辛苦的老师跟伟大的导演来到我们现场，也期待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来继续收看《真情台湾》。
写一首摇滚上月球，新闻台最好赶快播，怎么样？我特别的激动，超过光速飞到月球的背后，我有超强的能耐、yeah! 从今以后没有不可能，我的任性就是我的青春，从今以后没有不可能，在乎的是我爱的人，绝对要快乐，嘿嘿嘿耶。好多疼痛在胸口，撕裂我们的青春，遗忘的爱过的，还是擦干了眼眸，对抗浩瀚的人生，把不可能变可能，一首摇滚上月球，呐喊我们的歌声。